请揭牌，恭喜技师阅读书圈正式启用。宽敞明亮的阅读空间，二轮国中校园多了一处学习殿堂。在阅读书圈没有成立之前，我原本的阅览室是有点荒置的，就是其实进去使用的学生并不多。阅读书圈成立之后，整个把我们的图书馆完全改造翻转，让学生很容易就愿意坐下来静心的去阅读书籍。与其一直滑手机，不如来这里挑本好书。坐下后的感觉是很悠闲，就是可以很专注的看书。这里有很好的环境，也有很多可以学习知识的书，让大家一起来二轮国中这边图书馆来看书。在地业者和慈济志工携手共善，为下一代的教育而努力。我父母董事长都是这个慈济的慈诚公委员，我希望把慈济的这个精神带入到云林的这个二轮国中之外，也希望可以来回馈乡里。一本好书，一句好话，就可能让一个孩子一生受用。阅读书圈在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张万、张国辉、吴振荣云林报道。教育要。